1963年4月出生于湖北省武丰县的胡春华，1983年从北大中文系毕业之后主动选择到西藏工作，前后近20年。2006年起，胡春华相继出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河北省省长、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在处理事情的角度讲是这样的，这个该怎么处理的时候就怎么处理，该硬的时候硬，该软的时候软。在上个月举行的18届一中全会上，胡春华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与现任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一道，成为25位政治局委员中仅有的2位60后。胡春华也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广东历任省委书记中最为年轻的一位。香港媒体关注到，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和第一经济大省，毗邻港澳，地位重要。近20年来，即任广东省委书记均由政治局委员兼任。胡春华对深圳并不陌生。2009年4月，时任河北省省长的胡春华在香港招商后转到深圳访问，先后访问了招商银行总部、华强科技文化集团、中兴通讯和富士康，大力推动在河北建深圳工业园。胡春华也非常注重引进外资。今年6月，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率团访问内蒙古，胡春华在呼和浩特新城宾馆会见并宴请了骆家辉。骆家辉带来了教育、文化和经济方面人士，希望可以在内蒙古找到合作的机会。汪洋2007年起主政广东，时至今年已经有5年。从刚到广东2007年的11月份就发起解放思想大讨论，到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获批，那么再到后来以大部制为特点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以向社会组织放权为特色的社会管理创新，在行政和社会管理的改革方面，广东走在了全国的前列。那么回顾五年的工作，汪洋用3个没有来进行了自我评价：没有偷懒，没有糊弄，没有回避矛盾。在广东期间，汪洋大力倡导解放思想，并号召发扬当年杀开一条血路的精神。在经济上，汪洋倡导腾笼换鸟，力推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在政治上，汪洋的强势治贪，广东近年来落马的贪官是各省最多的。近日，广东3个地方又试行官员公开财产制度。汪洋曾多次到深圳视察。2008年11月，汪洋在深圳出席全省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之际，带领全体与会人员到莲花山为邓小平铜像献花。而本月8号上午，汪洋又陪同在广东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瞻仰向邓小平铜像并献上花篮。